か、改造。お前は。もう死んでいる。ダンスをだ。神高啊，那我点击神高咯。点击神开。自己的战场。干不干？干吧！我狗头，我哎呦，直接断兵线。靠腰啦！沉默在哭啊！我将为你。嗯。啊。不是爽神针。你屌干你的！兄弟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那你不要直接单杀、啊，直接开啥单杀？叫爸爸！我只是想消耗一下，要克他，克他的蓝。操！我操！不明道吗，兄弟？爆砍一顿，送头！加十二，硬报仇兄弟，他一定想要加三个，有没有？不要啊！放过我！直接报仇！哇，他的也开，安妮飞嘞，结束了。安妮的生命，结束。好，出双龙剑，到底杀爽没？草裂开。妈浪费我大绝。狗头人，你怎么会如此的 happy？ 那我觉得得买海妖哎、欸，没海妖怕是多不了他。紧急进展。强力绕背，我说的强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朋友，哎、欸，重疾缓速，嘿嘿嘿，怎么跑？嘿嘿嘿。操！怎么搞的好像我们是来蹭饭吃的一样，明明就是我们 carry 的局。
玩的像个蹭饭吃的。哎，妖美真伤，有法伤啊，对不对？还是有叠那个物伤不是吗？还是有用吧，打单体应该至少比智慧默认痛吧，我感觉。随便做，哎，我说的，大概的。嘎嘎乱杀，兄弟们嘎嘎乱送，嘎嘎乱送，宋爽讲一声，欸，我海妖已经出了嘛，是可以 carry 你们了，是吗？但是还是期望可以正常一点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？捡红啊，兄弟。他少了，他少了，你干嘛啊？他们是不是弱智？人家少了，你妈眼睛瞎了是吧？安妮，是不是很上头啊？嘿嘿嘿，上头，不行，有狗头哎，要干嘛要干嘛？我是挺想干的，说实话。干，拆刀，没事啊，赢了，赢了就好了。哎呀，好硬哦！看他出的手啊，黑切圣光美德，他当狗哎！你队友长这样，你还愿意出这种装当狗，不容易。这打野的 EQ 挺高的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儿子快到了，没了就没了哦，也没啥好撞啊。没啥好撞，你也不用特地叫出来给人家吃50块啊，那个先锋很脆啊，你叫先锋先暴露位置再送对方50块，有意思吗？啊，你叫你叫人家就知道我在这儿了，带着儿子冲啊，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，无极，呼呼呼，这波不亏，这波不亏，逼了一个传送，还拿那个二塔，认真不亏啊！没意思，但是加你们就一直靠背，我不叫你又说我胎死腹中，是不是？我不叫，等下聊天室又是不是有人要嘴？又剁掉一个儿子，啊，是谁逼的？我这波送头是谁害的？是谁逼我的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《情绪勒索》，摸摸良心，检讨一下自己。只要每次看他吃了什么事都在那边水煮锅，然后主播就觉得你成那样，你去管管嘴。啊，你管我，你管管嘴。喂，哦，哇，我看到什么？他闪 Q 被打下来，哈哈哈哈，闪 Q 被打下来。你很敢，你耍敢，你很敢呢。看没订单，看没订单，没事没事，这个最终还是赢的嘛，这个最终目的呢还是要取胜啊，能赢就好，不管是怎么赢的，躺赢混赢，这个卖自己赢啊，都是赢，都是赢。我点到中单符文，是吗？那如果不是中单，要点什么？我已经变机器人了，我都点他预设了，我已经不知道原来要点什么。不管了，差不多就好了。上穿 polo 衫，下穿七分裤，让你少走40年弯路。屌钩，我本来想这样走的，
梦想成真。梦想成真。恶势伤。再来加油加油！干烂！刀暗闪，刀暗闪了！直接躲他！爆头！头爆开！妖梦削了，现在三项男枪比较强啊，我就知道会削，是削他的那个幽魂碎片的能力吗？大家看别变是吧？那就快快刷完了。这当狗干的兄弟。嗯，有点。我感觉现在这游戏版本最大的缺点就是，根本翻不了。根本翻不了吧。那逆风要翻盘，近乎不可能。这个能打。宋爽讲一声，啊！抓回来哦！还有爪子的出场机会吗，特哥？近爪有啊。我们主动追击。贴脸收割。啊！这个高手男枪一定是用技能攻击的，没有再慢慢绕过墙壁的。那样太难看了，哪来的小丑？拍广，一下拍广，打肉人是不是通天带啊？把把都十几杀、啊，嘣！点击收割。强力洗拳呢、欸？Victory！